所以喜坎喜坎，在所有卦里面，很多卦其实都是重叠的。那为什么只有坎字特别告诉你喜坎？就是你一辈子是离不开坎险的。你看人家到处给你设下一些陷阱，然后让你感觉到说对你非常有利，你就一下子陷进去了。凡是会掉到陷阱里面去的人，其实就是一个毛病而已，贪小利。哎，这个好，就下去了。你想想看，人家要设坎险要把你引诱下去的时候，他一定是抓住你这种贪小便宜的这种习性，不然他怎么能够成功呢？